教我们念佛，每一天要定数，这个都是便利于初学。初学妄想烦恼很多，这个不知不觉呢，它就起现行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着妄想烦恼的种子非常之多，力量也强，因为它随时它会现前啊。那么念佛呢，这个种子少，力量薄弱，所以念忘掉了。还有很多人拿着念珠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念了没多久啊，阿弥陀佛忘掉了，手啊还在动，还在掐念珠，佛号没有了，这打妄想去了。这个初学的时候常常有，这个就叫深念啊，这个证明佛号的力量很弱啊，佛号的种子不多，抵不过烦恼啊，抵不过妄想啊。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来练习啊，你每一天定多少这个身的佛号啊，一定不能间断，就是培养啊。古人讲啊，身处换成熟处，熟处换成身处，这个身是身疏啊，我们对这个佛号很生疏啊，烦恼习气很熟啊，啊，很容易现前呢、啊。把它两个调换一下，啊，把烦恼习气慢慢的生疏了，佛号渐渐的念熟了，那这个功夫啊就成就了。我们常讲功夫成片啊，果然把生疏一对调啊，功夫就成片了。